们早安，早，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感恩。虽然外面风有点大，但是就像圣灵的风一样吹入到我们每个人心中，像阳光，神的笑脸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吧，我们就站起来，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用爱的诗歌回应我们的神。
曾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权柄，爱是我们的权柄，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让我们再来一次，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认识的爱温暖我们。学习饶恕，帮助我们学习来用爱来敬拜，让我们的生命再度被你点燃，转向你，张开我们双手，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你摸着我们，耶稣，你的爱让我们重生。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都是你所造，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我们的信息从你而来，明白天父的爱总是不改变，不管我们的肤色种族，每一位都是你创造的宝贝。主，我们为了在中东的战争求天父恩待，因为无辜的人失去生命。主，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不管他们的肤色如何，不管是不是西方世界所支持的，仍旧是天父所创造，仍旧需要上帝，需要耶稣基督，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叫这两群人都真正认识你的爱，而不是用仇恨彼此报复，因为仇恨是出于魔鬼，出于你的乃是爱。天父，求你叫世人认识你，好叫不是今天中东是如此，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相同。当这些不同的想法不是讨你喜悦的，恳求你用你奇妙的方式挪去，好叫世人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了我们的短宣队献上感谢。台湾的短宣要完成了，谢谢天父做奇妙的事，叫人因为短宣队的侍奉认识耶稣。主，我们现在还有短宣队在尼泊，求天父你保守四位团员，叫他们的事工也仍旧看见天父奇妙的作为。我们把这些所完成的事工摆在你的面前，求天父你悦纳，求你叫我们继续不忘记，我们要差派不同的短宣队出去，因为需要是大的，何尝是多的，工人永远嫌不够。愿天父对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弟兄姊妹也都有机会参与在不同的何尝，求天父你使用。谢谢你早上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求你特别帮助陈牧师早上他的介绍台湾正道神学院的事工，求天父你使用在台湾的师资团队，在台湾的同工们，叫每一位蒙恩，叫每一位在他们的岗位上见证上帝的爱。谢谢天父的恩典，在你面前一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本主日的敬拜。首先让我们为我们的奉献献上祷告。奉献的方式有两种，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奉献，或者寄支票到我们 EFCI 教会。请大家闭上眼睛一起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是一群蒙了你极大恩典的人，主啊，求你将一颗爱你的心赐给我们，
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你赐给我们金钱好的管家。再请神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学会如何奉献。求你天天加添我们的力量，为你而工作，为你而活。求你时时刻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管理好你给我们的嘱托。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所求， Amen。 谢谢，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欢迎，是梁牧师是吗？欢迎梁牧师。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Rigo 跟林姐，如果欢迎你们，也请坐在左边和右边的朋友向新来的朋友献上我们的欢迎。然后并请告诉你的左邻右舍，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下面是我们的播报事项。首先呢，是我们要看一些幻灯片，记录了我们教会从九月份到十月份各个堂会主要的事件。九月九号我们教会有户外野餐，十月的十六号、30号有我们去台湾的宣教队，十月20号到22号有墨西哥的短宣，9月2号潘国安弟兄安息主怀，9月5号李延伸弟兄安息主怀，9月17号是爱恩教会35周年成立的庆典，9月24号有台湾宣教队的差派，10月1号陈格良弟兄安息主怀，9月2号到9月4号 Labor Day Weekend 是葡萄藤小组的墨西哥短宣，9月23号有教会的讲座，内容是爱在冲突中。9月30号有1.5代的 Women's Brunch。10月8号有喜乐 Joy 跟如鹰展翅的宣教士活动。好，这是我们9月到10月主要的活动。下面呢，我们会看一段影片，讲的是我们墨西哥的宣教，时间是3分钟。Getting all of us here, we are getting ready and getting ready to go. Uno, dos, tres!
借助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和福分，把神的福音传到未得之地。好，下面是一些事项的报告。首先呢，是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这个爱心鞋盒的活动即将开始。请大家把准备好的鞋盒呢，在10月14号到10月17号送到教会，并且提供一张$10的支票，抬头请写 Samaritan's Purse。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问 Wendy 姐妹。关于这个活动，也会有更多的影片在下个主日进行播放。下面一个事情呢，是在就是 daylight saving， 就是日光节约时间的下个主日，11月5号即将结束，请大家记得把时钟拨慢一个小时。下一页，儿童事工部呢寻找一位带薪的小学部主任，有负担的弟兄或姐妹的，请和时针传道联系。另外呢，就是因应加州 AB506 法案的要求呢，请所有参加青少年儿童事工服务的志工和进行呢，就是电子指纹的扫描，时间是11月19号和明年的1月21号，请同工们预留时间参加。华语堂主日学的将在11月至明年1月份查考旧约的历史书概论，时间是每主日的上午11点15分。另外呢，爱恩中文学校会在10月5号有一个 potluck， 请大家一人带一个菜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正道神鹰福学院的陈敏清牧师，他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关于主再来时的真理。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原来不知道今年还有机会到爱恩台福教会来，差不多今年的4、5月收到我们的同工说要5月有一次安排台湾正道的主日，那不晓得什么缘故，我那个信到差不多快到之前收到，所以我就跟王牧师抱歉，我说没有办法来，可不可以排的安排再晚一点。后来就安排了在11月，那10月底11月初，那今天可以来到爱恩台福，心里非常感恩，给台湾正道有一个机会来报告台湾正道神学院目前的状况。我是2015年9月正式接受台福的总会征召，那还有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他们的邀请，那成为他们的兼任的神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我还在担任台福总会的总干事，所以以当时的情况，就是一方面在总会，一方面在地方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桥梁，把神学院带到地方教会，把地方教会带到神学院，那知道两边的需要。那因为那时候台福教会在我离职之前，差不多我们有148个在世界各地的台福，我走遍每一个教会，对教会的同工们，特别牧者
相当的熟悉。当我在2015年9月踏上台湾的这个兼任之职的时候，15年的年底就开始有牧师告诉我说，陈牧师，我年纪60几岁，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帮我们找到合适的接班接棒者。我说，怎么样去帮你们找接棒者呢？特别在纽西兰、在澳洲、在台湾。我说，我们应当自己来栽培。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可以找到5个学生，我就派专任的老师实体来授课。心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祷告。台福教会的拓展，职堂的运动需要继续，传道工人非常的缺乏。所以后来我就2016年的年初就到了纽西兰，到了澳洲开第一堂课。我们求的是5位，上帝给我们超过40个学生，硕士班。我知道上帝在工作。后来在台湾，我们在2017年就设立了南区办公室，那就是在高雄。以后我们到北京，以后在温州，以后到日本的东京，那去年我们到了东马、沙巴，这些地方都是华人的教会，都需要传道同工。开始差不多有40-50位的学生，那么这些年来，感谢上帝，我们的学生人数从100、150、200、260、300，最高的时候我们差不多300个学生。今年在海外跟台湾参与硕士班以上的课程人数差不多在260位。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工作，今年在暑假6月毕业生有40位。上帝使用台湾正道，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相当有永恒性、相当可以职堂建立教会、帮助教会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能够呼召一批现代的青年人在世界各地被上帝使用。那我也感谢神，2018年4月15号，我就从总干事的任内退下。那当时当然心里很多的挣扎，也不晓得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那一年的年会，在总干事的任内最后一届是大会票选，那我因为差一票，那当年我听到很多的声音，台湾的传道同工、台湾的长职同工很希望我回台湾来专心服侍神学的教育。那后来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投票表示反对我继续担任总干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就以一票之差落选。现在已经在台湾全职5年，回头过来看上帝的带领，我心里只有感恩，心里只有谢谢主这样的引导，帮助我能够在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有机会参与在神学的教育。那接下来有大概6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段台湾正道神学院的短片，谢谢。1980年代，在北美的台福基督教会总会，重组领袖为主涂抹大树抢救百万灵魂的意向，就在1989年设立正大福音神学院。2007年，我们就回到台湾设立台湾正大福音神学院，就在中原大学旁边租借40-50平的一个地方来开始。感谢主的恩典，2015年9月，我们就迁搬进到新北市的新庄地区。感谢主，这里进辅大的校园，捷运站一到就可以到学院来上课。我心中的感动，心中的祷告，正道神学院坐落在台湾新庄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佳美之地，盼望上帝呼召一批这样的同工来做人心改
变人心建造，来影响这个家庭，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国家。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更多充斥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台湾就能够进步，继续往前。这是一个相当有永恒价值、非常宝贵的一个策略的地方，在这里建造学生他们的品格、他们的领导力、他们的关怀力，好叫这个这里出去的人不仅跪下来能够祷告，他们站起来能够讲道，而且出去能够关怀，能够宣扬上帝的正道。像是一个完全化状态，对于每个教派都是一视同仁的一个概括。所以其实我们会听到各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同学分享，所有很多不同的事情，而且是可以公开讲的，不会担心说，哎，我这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吗？因为我们在神学上的看见，其实都是神的某部分而已。眼界是变得更宽阔，那甚至不只是这样，可能连人脉上面都有更大的。这样子扩展。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其实自认为对圣经是很了解的。就当我进到神学院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一无所知。真的那么必要吗？会不会越读脑袋越大，越远离神？很多的疑惑，以前比较是单凭信心，现在是有真理。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或者从这个网络上啊，还以为说是正确的，是对会有帮助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也是很多实际的方法来帮助正确认识神的话，不论是旧约或新约都是蛮扎实。句法分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陌生但是又很惊喜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按着字义然后解经，然后不会离经太远，就学习到一个严格严谨的精神，少走很多冤枉路。那些旧约在后来我的服事的当中呢，就成为我很好的资料，在报告里头很大的比较，然后也很享受在这期间。老师都说好，我看你现在这样哦，你的那个稿子全部盖起来，好，我再讲一次。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紧张，觉得我很谢谢老师那时候这样帮助我，很需要去脱稿、去演出、去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东西。第一个是弟兄姐妹的反应，就会觉得这个牧者有在进步。其他人也会看到我们，不管是在台上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在大家彼此相处的时候，感觉不一样。我最喜欢正道的是，它不仅仅只是注重知识上面的造就，也是兼顾到我们的灵性，还有跟牧羊光盘的部分。那逐渐的就开始有一些生命当中的转变，在神学院这段过程里面，应该是我这一生转变最大。我看到这个神学院强调要培育学生跪下能祷告，站起能讲道，出去能宣教。那因为我以前是宣教士，我非常注重祷告，也注重神的话语，而且也注重宣教。不只好能够建立教会，广传福音，正道神学院的这一方面意向是很清楚。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跟心胸，因为我们的学生遍布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面。我们有四个海外教育中心，有开课新庄啊、高雄，我们还有澳洲、纽西兰、日本，还有创启地区。那这些同学之间上网可以有互动，所以就可以丰富同学们的学习。其实越年轻，残忍不多的时候，就把握机会。这种永恒的事物，很值得我们很全心的投入。愿做的心必蒙。今天来，神就悦纳你；透过神学的教育塑造你，透过神学的伙伴帮助你，也透过你在这里的老师教导你。我无有不招来请我，我要说的是你信心，你真的要相信，即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那么确定进神学院不招，但是你至少要从神学院做一个起点，一直到你服事的终点，你要确信。神与你同在，神带领你这件事情。
刚才提到正道今年40位毕业生，海外20位，台湾有20位。那在今年的明年的2月，台湾正道会正式开始神学硕士科。那过去几年我们在找老师找得非常辛苦，要栽培一位新约旧约系统神学的老师非常不容易。那已经祷告很久，我们想应该开始在神学的教育师资的栽培上更进一步，所以明年2月正式会有神学硕士的学科的开始。那我们也感谢神，今年的7月、8月分别有一位新约的老师，一位新约旧约的老师全职来到我们当中。那请继续带导，我们还需要至少3位，一位新约，一位旧约，一位系统神学，让台湾正道在师资上更坚强，在这个神学教育上能够更跨一步。天父，谢谢你让你仆人今天有机会来到爱恩。当年我在甘县牧养，那爱恩教会跟甘县是两个兄弟之邦，是姐妹教会。那也因为这样的情谊，有机会每一次回到美国来，就是在这两个教会分享台湾正道的情况。那让这两个教会因着这样彼此之间很亲近的这样的关系，可以关心台湾神学教育的侍奉的工作。求主帮助，继续引导你仆人在这个岗位讨上帝的喜悦，也因着弟兄姐妹们的带导，他们的支持，能够让神学教育能够继续的往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早上的主题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马太福音24章25节到51节。小时候读过伊索寓言，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叫做狼来了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就到大街小巷的地方大声喊着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这些家里面的人就拿着扫把，拿着本鸡，拿着锄头，拿着各样的工具要来赶这只野狼。结果他们出来一看，根本没有野狼，孩子就在马路中间哈哈大笑，觉得非常的有趣。后来第二次他觉得很有意思，想再玩一次，没有野狼来，他又再喊一次，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这些大人们还是一样拿着各样的工具要来赶这只野狼，结果还是一样没有野狼，还是又在马路口哈哈大笑，觉得非常好玩。我们晓得故事的结局，第三次野狼真的来了，这孩子真的又出来大声喊着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大人们这次有出来吗？他们不出来了，觉得这个孩子又在撒谎。2000年的教会历史，狼来了的故事已经发生无数次，许多的所谓的先知，许多的这些预言家，他们说耶稣基督要来，某年某月某日必定再来。结果好多次的机会，好多次这样的预言都失败了，好像狼来了这一个撒谎的孩子一样，基督并没有来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怎么样来看待关于主再来的真理。首先，当主再来的时候是明显准确的。28节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在地上有一个尸首，天上的老鹰从高空看见就俯首而下，来到这一个尸首的地方，在那里盘旋。那意思是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正是如此。当基督再来是明显准确，当基督再来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必要看见。25节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耶稣基督不会降生在旷野，
我们晓得 NASA 中心他们制作太空船，当要回收来回到地球太空站的时候，这些太空船一定是掉落在海洋上，或者在无人的高山上，因为在那一些地方不会伤及无辜，不会让生命在那个地方陨落，所以是不会在有人的地方，绝对不会在空旷之处。二十五节接着说，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报章杂志看见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直升机失事，当它失事的地方正好是在人家住家的屋顶上面，就从屋顶坠下去，就隐藏在屋子的里头。同样的，基督再来绝对不会在空旷无人的旷野，也绝对不会在屋子遮盖里面的内室里面，而是二十七节说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是会降在清楚可见的地方。当耶稣第一次来，东方的博士看见那星，就朝着那星的方向移动。牧羊人在野地牧羊，那一句在圣诞节我们常说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当基督再来，必定是一个通天空的事件。当基督再来，必定是一个荣耀的事件。当基督再来，是清楚可见的。第二件事情，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三十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要提这件事情之前，需要有一点背景的介绍。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六天的创造，第一天到第五天有早晨有晚上，第一天有早晨有晚上是第二天，神看着五天的创造是好的。到了第六天造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看着说是甚好。所以整个被造世界的创造是好的，是甚好。可是神当亚当夏娃创造以后，告诉亚当夏娃三件事情，就用一节圣经来总结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一个 permission， 就是所有被造的世界你可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美好的世界的一切，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一切事都可做，唯有园中那一件不可做的事，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吃。所以是一个 prohibition。 如果说 permission 是 99.999 无限的9，那限制是零点无限的零加一个一，这是上帝永恒的智慧。所以呀，在十二世纪有一位哲学神学家说，这是所有可能创造世界当中最好的世界。如果有谁可以想到比这样创造的世界更好的世界，那一个人必定是上帝。意思是没有了，人最好照着上帝创造他的世界，照着神的心意，在他所造的世界而生活。当亚当和夏娃没有照着上帝要他在地上如何生活的方式去生活的时候，一个事情产生了，就是第三个段落，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所以在系统神学称亚当夏娃没有照上帝所说的话去行，这件事情叫做堕落，因此罪就入了世界。用哲学家的语气，就是善是一个圆，圆中间有一个缺口，叫做善的圆缺，善的圆缺就是恶。当神造人，人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执行，去遵行，去行在地上的时候，恶就产生了。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罪从亚当夏娃第一个 不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而去行，罪就来到的人的世间。当这个罪产生了，整个被造的世界是受到审判。
基本上的审判是有四种。第一种审判就是这个自然界本来是和谐的，是好的，自然界受到了审判，天地受到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有台风，有飓风，有龙卷风，有地震，这是整个被造的世界自然界受到审判。第二，人本来是不会生病的，人变成会生病。所以亚当跟夏娃特别对夏娃说，你要受生产之苦，人的身体开始会软弱，会有病。第三，人本来是不会死的，人变成会必死的。所以统计学者告诉我们，今天世界所有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第四，就是在这一个自然界当中，有所谓的第一层天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第二层天是灵界，第三层天是上帝宝座的地方。所以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祷告词，他说天和天上的天总共有三层天，第一层天是你我的居住，第二层天就是属灵的征战，那魔鬼空中掌权的属灵灵界的征战。所以本来只有善，当恶产生的时候，我们就跟灵界中间魔鬼撒旦在那里产生了征战。那这是第四个堕落里面上帝的审判，不死的变必死的，不会生病变生病，自然界本来不会有天灾，现在变成会有天灾。接着人本来跟撒旦中间没有任何的交战，今天我们在灵界中间会跟这些邪魔邪灵空中掌权的属灵界的会有征战。好，这样的背景了解以后，29节开始了。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这个是在大灾难的过后，指的是疾病界。人会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在疾病界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灾难。第二，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自然界，整个天象的变化相当的大。接着30节的第二段落，地上的万族都必哀哭，圣徒哀哭悔改，这是世界上好像在出埃及记，整个大地都有哀嚎之声，因为有人死亡，每一个家庭，那长子，上帝击杀埃及人，所有每一个家庭的长子，全地都有哀嚎，这地上会哀嚎哀哭，是因为家中有人死了。这是死亡界临到这个世上。第四，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这是敌基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现象，整个灵界主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多年前跟灵界中间的战争以大能显明他是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看见敌基督要完全的灭绝。那这四件事情在创世的时候完全没有，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四件事完全都有。当基督再来以前，这四件事情会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疾病，看到人的病痛，看到人的死亡，看到自然界的变化，看到人跟鬼中间那种灵界的征战，我们心里明白，这些是在基督以后，基督再来之前必定要产生的现象，而且这种频率越来越多，那种 serious 更严厉的那种现象要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每一次看见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心里面祷告，心里面在那里盼望主必再来，主一定要来。当这四件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是告诉我们情况正是如此。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要来验证这四件事情都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掌握当中。所以在马可福音第4章第5章，刚好这四个例证连续在四段连续的经文里面都产生了。开始
彼得的岳母患的热病，耶稣医治了他。有一个患血肉的女子，她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坠子。耶稣说，有力量从他的身上，有谁来摸我？有力量从他身上出去。门徒说，谁摸你？没有，大家都在拥挤。但是那女子，患血肉的女子知道，当她依靠耶稣，触摸耶稣，当她求主的帮助，她就得着医治。接着他们来到一艘船上，就在加利利湖，在那边耶稣在船上睡着了。后来就起了大风，起了大浪，非常的危险。他们就摇耶稣说，耶稣啊，醒醒吧，你不救我们吗？耶稣就醒来，叫风止住，叫浪平静。耶稣基督平静了风浪，整个自然界听耶稣基督的话。不但如此，接着雅耶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就进到坟墓里面，对着雅耶鲁说，他不是死了，他乃是睡了，就叫雅耶鲁起来，叫死人复活，他就苏醒，然后走出来，连死亡都听耶稣基督的话。最后到第五章第四个例子，有一个女子被鬼附，后来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鬼经文说是群，是许多的鬼，这些鬼这一群就跑到一群的猪的身上，猪就从山上然后就坠落到山崖下面。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经济的损失，可是在耶稣的眼中，一个灵魂的得救比任何的经济都要更加的宝贵。所以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曾经来，就是让我们看见在亚当夏娃里面所失去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再一次的找回。他掌管的死亡界，他掌管的自然界，他掌管的疾病界，他掌管的魔鬼界。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 Oscar Kuhlmann， 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带进神学的系统里面来教导我们说，这个叫做已然未然 has come and not yet come。 他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好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联军攻占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德国的希特勒已经知道已经打败了，所以在历史上就称那一天诺曼底登陆，联军打败轴心国家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德国的希特勒，当这三个国家特别在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史上称那一天叫做 Defeated Day， 打败日。所以这个神学家就引用这样的例子来说，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叫做打败日，已经击败掌死权的魔鬼，可是一直要到二次大战完全结束得胜的那一天，差不多经过一年以后，那就是日本天皇在美国的军舰开进这个横滨，日本的天皇在麦克阿瑟面前地上降书的那一天，称为 V Day， Victory Day， 得胜日。所以在系统神学里头，我们在信仰里头，同样的，基督第一次来是打败日，基督再来称为得胜日。今天还在苟延残喘，那二势力，那邪恶的魔鬼撒旦的力量仍然在那里彼此比消此长，还在那里互相的有征战。但是我们知道D day has come, V day is yet to come. 打败日已经来临了，得胜日必定要来。所以每一次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看见身体的软弱，我们知道 V day is yet to come. 当我们看见有地上的地震，地上的飓风、台风、龙卷风，我们晓得 V day is coming.当我们经历在世界上的死亡，我们经历在世界上很多的疾病，当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心中带着这样的期待跟盼望，耶稣基督必定再来。所以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连他自己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连客店都没有地方为他存留，
他只有降生在马槽，第一次是卑微的来，可是第二次当他来的时候要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再一次说，这是一个普天的事件，是一个高空的事件，是一个普世的事件，大家都可以看得见他驾着云要降临。第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听见号筒的声音。我牧养教会行政侍奉45年，过去这些年来举办过带领过无数的婚礼。通常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会告诉新郎跟新娘，当你们要走上圣坛的那一端的时候，我会建议，如果你不反对，能够有一个吹喇叭的喇叭手，如果没有喇叭手也没有关系，弹钢琴，有那种风琴可以调有喇叭的声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号角要吹响，哒哒哒。所以当举行婚礼，第一个出来的不是新娘，第一个出来的不是主持婚礼的牧师，第一个出来的一定是新郎。所有的新妇要等候新郎的降临，每一次的婚礼都是心中的期待，再一次的思考我们的主必定再来。所以通常会左边的门新郎第一个走出来，那是我们心中的期待。所以每一次的婚礼都在提醒我们，基督必定要来。我们第一眼要看见，心中警醒谨慎要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然后才有伴郎，最后才有牧者，然后才有伴娘，这个花童，最后是这个新娘的爸爸牵着心爱的女儿的手走到圣坛前。那这样的一个程序也帮助我们知道听见号筒的响声。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那已经在我们离开世界的人，他们要先复活。如果我们在那时候还在地上，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希腊文跟英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如果主词是复数，它的动词必定是复数；如果主词是单数，它的动词必定是单数。但是这是其中希腊文中一个很独特的例子之一，就是当这些人他们复活了，当我们如果在地上的要被提，这两组人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相遇是复数的 collective， 这是集合名词，是复数的相遇，应当是复数的相遇。可是在希腊文这个遇这个字是个单数，就有点像毕业典礼，我们说所有今年毕业班的同学请起立，可是要一个一个上台，院长或者是校长给他们拨穗，从这边拨到那一边，一个一个是单独的。所以当那一日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并且号筒吹响，然后他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当我们 这些在永生册上有名分的人，我们被招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一个与主相遇。上帝在群主的起立个别的奖赏当中，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不同的冠冕，为我们加上我们的这个，为我们来一一的来拨穗。在启示录两次提到，当那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亲自呼叫我们的名字。那呼叫的声音，启示录是这样写的，用你代表个别的你上到这里来，两次的提到你上到这里来。所以当基督再来，号角吹响，四面八方所有的人云集，上帝叫名字的人就聚集在主的面前，一一可能是这样的，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被叫到名字的我们都很清楚，就直接与主相遇。那是一个绝无仅有这个创始的空前而且绝后的大团圆，他从四方招聚他的选民。圣经里面没有直接提，但在系统神学里面帮助我们有哪些人可以在天堂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他相遇呢？两种信心，在基督以前称为参与式的信心 participatory faith，
什么叫参与式的信心？没有听过耶稣，不晓得福音，基督以前神 sparingly 分别在各个不同的世代特别选召一些人成为他的儿女，但我们不清楚，所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就用参与式的信心的等次来论来衡量。我大哥高中念成功中学，高二还高三，有一天他到碧潭去划船，是独木舟，他划到福星，突然大概是肚子饿，他想拿东西吃，就拿了一个苹果开始在削苹果。在削苹果的时候，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大概他动得比较厉害还怎么样，突然这个船就翻了，他就掉到水里面。他不会游泳，没有学过游泳。我们家从小拜关公，我大哥从小跟阿嬷一起长大，所以他心里面最在那个时刻最紧张危险的时刻能叫的人只有两个人，所以他就脚不断的踢，手不断的抓，他想抓到那个船板。阿嬷救我，阿嬷救我，关公救我，关公救我。这种信心叫做参与式的信心。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得救，但是他不认识上帝，他不晓得福音，他没有听过人向他传福音。在那个时刻好像一个酋长在深山里面，他没有听过福音，不晓得哪一位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但是当人在危急的时候会叫老天爷，叫天啊，这种信心都叫做参与式的信心。这种信心我们没有把握有没有得救，但是只有他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自己决定，上帝自己有全权全能来决定谁是信他的。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以后的人，我们的信心称为福音式的信心 Gospel Faith。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报告我们的短宣队到台湾去传福音，我们巴不得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传讲福音，好叫我们人能够明白神是哪一位神，哪一位神是真神，可以怎么样能够透过听信福音而认信，这是有把握的。所以参与式的信心跟福音式的信心两个合起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要被提在空中相聚，与主相遇。我们期待，我们等候那一天。关于主再来的真理，这是第二件事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了。第三，主再来的时候，日子近了。三十三节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从三十二节是说，从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就得到一个例子。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夏天是无花果树生长的时候，果子结出来的时候。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说，你看无花果树生出来了，正是夏天。那如果是圣经的启示，是我们在我们的华人世界可能用的例子，大概会是说春兰、夏竹、秋菊、冬梅。看到梅花，我们晓得冬天来了。那这是一种所谓的普遍的启示，一般的启示。三十四节是用特殊的启示，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神的话是特殊的启示，六十六卷圣经，上帝用四十多位的作者跨越差不多2800年的时间写成六十六卷圣经，这是神的话。从神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而且这里说天地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上面所说的这些例证，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清楚可见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驾着云降临，他要有号筒吹响，他要从四方召聚他的选民，这些话一点一话都不可撤去，是千真万确的。三十三节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我是在 baby boomer， 叫做婴儿潮世代出生的。那么婴儿潮世代差不多是1945年到1965年，20年，二次大战之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称为婴儿潮。婴儿潮的孩子现在大概都在60-70岁左右。那么接下来叫 X 世代，1966年到1980年，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1981年到1996年称为 Y 世代，就是所谓的网络世代、N 世代。那么1997到2012称为 Z 世代，那是千禧年宝宝、千禧年世代。那么接下来这个世代叫什么世代，我也不晓得，很可能就叫做 COVID-19 世代吧。这个世代已经到了后疫情的时代，还要衍生多久我们不晓得。那早上我问王牧师，他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阴霾，大概现在实体来聚会的已经应该恢复差不多至少有80%。感谢主，这个世代要继续的延续。但是虽然有不同的世代，我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意思说我们不晓得神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但是我们晓得主来的日子近了。第四件事情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唯独父知道。36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无人知道。接着说，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天使不知道。第三，主耶稣基督我们第二位格的人子也不知道，圣子不晓得，唯独父知道。这里很清楚提到，没有人知道，天使不知道，圣子不知道，只有圣父知道。竟然2000年多的教会历史，有多少人他们都知道，可是都失败了。差不多15年前左右，我还在担任总干事的年间，有一天两个长老一个执事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陈牧师，请你帮助我们一件事。我们牧师告诉我们说，除了早上的10点钟、11点钟的崇拜，下午还有一场2点钟的崇拜，你们一定要来参加，非常好的聚会。那个时候正好在佛罗里达有一个所谓的先知，他的教会是我们这里的时间下午2点钟，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成千上万的人到他的教会去。那么这三位同工到我的办公室就说，陈牧师，我们有困难，请你帮我们断定这个聚会到底是适合不适合。我说我非常忙，你们帮助我把你们觉得有困难的材料、资料、资讯传给我，那我说不定帮你们看一下。后来他们就把一些资讯给我，我大概还有几天我就需要回到台湾去出差去那边有一些事工需要去关心。礼拜天讲完道，礼拜天的晚上到9点钟，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开始看他们给我的资料，一直看到隔天的6点钟，我没有睡觉，差不多9个小时，我把他们给我的资料完全看过一遍。我只提几个例子，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这个传道人说，在我们的教会聚会真好，常常我们这里会有金粉从天上掉下来，而且甚至有些时候你来我们这里聚会还可以捡到钻石，它会掉落在我们的聚会的场所里面。我持保留的意见。第二，这个牧师说，某年某月某日，大概就是1-2个月以后的某一天下午的他们的聚会2点钟，你们要来，那一天耶稣基督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要在这里显现，我们要来这里迎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里经文很清楚，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圣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竟然这一位假先知他知道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日要降临他的会场，呼吁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全部都来，但是那一天并没有发生。最让我感觉心痛的还有一个例子，那天是一个医治聚会，我们当中有谁有病的，你要得医治，请你走上台。有一个弟兄就从下面走到台上来，就站在那个地方，牧师慢慢的走过去，然后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打量完了以后，他就慢慢的就走到台的另外一边，然后小跑步过来，拿起他的腿就从他的肚子就踹下去，他叫了一声啊，就跪下去，非常的痛。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叫你起来，
他站不起来。后来他牵着他的手，把他叫他起来。我说这个不是医治聚会，这是一个暴力聚会。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的所谓的这种先知，在世界各地举行不同的特别的聚会，这些我们都要小心。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第五件事情，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心要警醒。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随时预备主来。38节到39节，洪水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不知不觉洪水来了。经文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为什么要预备主来？因为他随时会来。40节，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不晓得谁会被取去，我们也不晓得谁会被撇下，所以最好的是把握现在，不要当儿戏。现在是最好的时刻。所以42节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主再来的时候，心要警醒。在80年代的初期，70年代的后期，比较多是在80年代。那当时台湾有一个风潮，就是当年早期60年代、70年代到美国念书的学者，他们期待有一群精英分子回到台湾，到台湾传福音，特别是教学在大学里面传福音非常有效。那当年有一位，其中的一位弟兄姓韩，叫韩伟，韩伟弟兄就后来神呼召，他就回到台湾，在中原大学担任中原大学的校长。他自己主导教一门课，人生哲学。那在那一门课里头，每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一定是考试。他的考试里面一定最后一题是这一道题。这道题题目是这样的：假如你还有3天可活，你要怎么活？有一个学生写了一个答案，是这个韩伟当年的院长最喜欢的答案。他的答案是这样的：假如我还有3天可活，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就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也怎么活。他很喜欢，就把这个答案告诉全班的同学。听说从那一堂课以后，所有中原大学修这门课的学生，每一个人最后一题的答案完全一样。假如我还有3天可活，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就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就怎么活。盼望我们不是浑浑噩噩的活，我们乃是警醒在主的面前，警醒等候主来，这样来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心要警醒。最后一件事情，主再来时，我们要忠心持家。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有两种人，一种是忠心的仆人，看见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另外一种人是邪恶的恶仆，要受审判。忠心仆人得奖赏，恶仆就受审判。倘若那恶仆心里说，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酒醉，又和酒醉人在一起，那时主要来要处置他，定他的罪，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他们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谁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要怎么样忠心持家呢？谁是有忠心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对教会来说，最合适的解释就是恩赐。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恩赐在新约叫 charisma。没有一次是用单数出现，都是用复数，叫 charismata， 意思是你我都有两种以上的恩赐。什么是恩赐？恩赐是白白从上而下，恩赐是神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恩赐是为了教会的职、教会的量，教会在组织跟结构上得以被建立，上帝把恩赐赐给我们。我在读第一个学位，在美国的中西部安德森 Indiana Anderson读我的第一个硕士的学位。在那个地方 Anderson 有一个大学，就是我的大学，有神学院，我的神学院那边有一个他们宗派的教会，那差不多有1000-2000人在那里聚会，许多神学院的老师，大学神学系的老师都在那个地方聚会。这些老师不能跟那个主任牧师，那个主任牧师也是我的学长，是同一个学校毕业，他念的是 MDiv，
到学硕士，可是在那里聚会的有不少博士的老师是他的老师，这些老师不能告诉他说，这个牧师，我是教你讲道学的，礼拜天讲道就我们来。那个老师告诉他说，我是教你这个教育的，教会所有的一个主日学都是我们来负责。不是，这些老师们他们在一个教会里头，他需要寻求神在这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是教会的缺口，哪一个地方是教会不足的地方，在缺口不足的地方，他们求神帮助他们看见不足缺口，他们可以补足。卡特总统当他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天他去当地的一个教会聚会，聚会结束以后，他就走进主任牧师的办公室，他问牧师说，牧师，我们教会有哪些地方是缺乏的，是我可以来学习侍奉补足的。牧师告诉他说，我们教会需要一个主日学老师。从此卡特总统当他没有出外，就在那个教会聚会，他就担任那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什么是恩赐？恩赐是帮助我们的传道同工一起同心，在教会有缺乏、教会有破口、教会不足的地方，一起同心来建立教会。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忠心的仆人要得奖赏，不忠心的仆人要受审判。当我们想到关于主再来的真理，这件事情，从这段马太福音20章下半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是明显准确的，主再来的时候是一看就知道的，主再来的时间日子已经近了，主再来的时候只有父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最后让我们忠心持家，直到基督再临。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虽然在这世代我们看见这世界不会更好，除了 COVID-19， 除了这个乌俄的战争，最近看见在这个中东又有非常严厉的战火。主啊，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晓得许多人流离失散，他们家破人亡，他们心中伤痛，许多家庭被拆散，很多的问号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只能心中继续的祷告，虽然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但我们有一个期待，把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心中已经能够跨越死亡，看见那永恒，并且在这个至暂至清的苦楚，要看见那至极永远无比的荣耀。我们等候基督再来，用警醒的心，用积极的心，并且参与在教会各样的事工当中，让我们知道主你来的脚步近了，也帮助我们学习愿意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倒数第二节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啊，主耶稣啊，愿你快来。这是我们心中的祷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再来，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的回应，在你的心中对上帝怎么说，我愿意为上帝摆上什么。我们一起起立来接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交通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等姊妹请坐，我们默祷闭会。